我靠！合欢山台十四甲线地震惊悚瞬间，山崩落石全网下到，红土冲落，瞬间扬起一阵白烟，防护网根本不够力，硬是被扯下。台中古关中横便道地震当下也发生落石意外，便道23.6K 处大大小小石块毫不留情向下猛砸，有轿车停下后发现不对劲，马上挖苦倒退。这边是几 K？ 5K 而已，这边5.6。中横6.8K 以及18K 到24K 一整天持续有土石崩落，空拍画面曝光，土石冲下山坡。当时六部车被击中，有工程修理车被落石打到后车厢扭曲变形，银色轿车玻璃碎裂，引擎盖撬开，还有客运被巨石阻挡，差一秒就整台车命中。等一下。一名49岁菜车驾驶瘫软车内，头破血流，他意识模糊，陷入昏迷，被空勤直升机救下，送往医院抢命。很严重的颅内出血及盖骨破裂，那目前先收治交病房，会在傍晚左右把人接到，把他送出来，好，那避免我们的受困民众在里面待到过夜。今天跟明天两天预计都会做封闭的动作。国道6号南投过草屯往日月潭方向，则有大片土石坍方，瞬间尘土飞扬，地震灾情恐怖画面令人胆战心惊。记者综合报道，我是王一仲。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，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